我心里面肯定是羡慕他。我觉得他说这句话好容易笑。近日，电视剧《他们的名字》曝光了拍摄花絮。这次秦海璐和小17岁的男星巩幼霖搭档演情侣。花絮里被掏金后的秦海璐十分娇羞。秦海璐曾在节目上豪言不拍吻戏，就真的就吻戏不演，不演。这电影就必须要吻，不拍了，轻轻的就碰一下，也不行。现在可是狠狠地被打脸了。秦海璐的老公是知名演员王新军，俩人的感情十分甜蜜，还一起参加过真人秀节目。今天能够见到您，真的很荣幸，很开心。沈明熙一份主动热情，对自己的长相。而此次合作的男演员董佑霖是选秀出道，演艺资历还比较浅。你们想看这部剧吗？